下面我分享各个参加槟城法会师兄的一些经历，也代表他一份感恩的心，请观世音菩萨慈悲成全，请师父慈悲成全。4月17号晚上10点半左右，陈师兄身体严重不适，并伴随着少吐下泻、四肢麻木、头昏眼花，不能自理。共修组的顾师兄立刻找到槟城的共修组，共修组以第一时间通知医疗组。此刻在顾师兄和槟城李师兄和医疗组的陪同下，陈师兄跪地许愿了49张小房子。经当时医疗组的师兄判断有可能引起中风，并立刻及时送到医院救治。经过医生检查，一切正常，最危为安。在此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和师父的慈悲加持，感恩龙天护法菩萨，感恩槟城共修组的师兄们无私的付出，感恩心灵法门殊胜无比，请师兄们一定好好珍惜这么好的法门，真修实修，跟上师父的步伐，弘法利生，一世修成，广度有缘。